安平是台湾上早开发所在，自古到今有丰富历史养分，用于当代创意加建设中，更值得好好来批判。2021年，希望岛艺术节以安溪之旅为主题，用艺术推广地方，带动观光人潮，提升产业经济。历经蔡玉光彩绘艺术区，由市民提案票选，民间企业赞助，打造希望岛新地标。希望岛排水经济抽修工程总经费大约412万，顶配管线、改建抽水站等设施，让居民在雨季来临时更加安心。安平乡土文化馆曾经是日本时代国小校长宿舍，经过市府整修活化，成为当时在地文化上好场域。近期更因为国片高碑的翕相，成为热门景点。配合安平立选观光景点小镇，增建安平旅游咨询中心，总经费49万，以文化元素为核心规划，和空间跟舒适通透。天魁里活动中心并且提供消防相助队和老人关怀古店进驻，空间不够使用，所以市府活化增建二楼闲置空间，总经费575万，打造在地优质休闲场所和里人交流空间。我们那个里活动中心因为使用空间不够，他上任之后极力向市府争取经费来增建二楼，给里民有更大的使用空间，情感交流，让他们能够来这边参与这一些的活动。因安平停车空间不足，市府利用附近土地增建免费临时停车场，完成国平里、华平里等两处停车场，总经费61万，改善周边交通和环境不良的问题。五区是一个从化区，人多车多，要解决停车的问题，我们向市府争取免费停车场，市民都觉得很棒。我们又把那个机车弯也列入在里面，给市民有一个停车的好地方，可以改善环境卫生，交通顺畅。改善安平专区老旧公共厕所将设备一步一步换新，让市民更加方便大心。这次的改建的哦，啊，非常的好，因为呢，咱地政加咱的公路。洗手台啊，拢换新的啊，所以讲呢，来遮咧运动的，也是来活动中心的学员来遮，大家拢学了赞。江滨历史公园内，大鱼的祝福以海洋造型，传达台湾意念，在海上用爱甲包容守护咱，接纳无同时代住民，就像现在安平以新旧融合，营造上水的面貌。感谢有你，咱台南第一。